回顾翻之前七个礼拜，唔少演艺名人都有出席。对于经常去报道会分享嘅佢哋，都好支持呢一种参考幸福小组模式嘅明日之主幸福餐会。我觉得我系想做佢个门徒，系啦，咁一路都系已经有10年啦。咁其实成个过程都唔容易咯。佢唔单止想我开心，佢想我得到自由。咁所以即系所有嘅考验啊，经历过嘅痛苦，我觉得系值得咯。即系少啲人嘅时候咧，大家好 close 嘅时候，就好似一个好 casual 嘅聚会咁，大家会更加去舍得去分享咯，分享多啲咯。主耶稣，我哋嘅神系有佢嘅时间表，虽然我哋曾经经历过唔同嘅风风雨雨，或者好艰难的时刻，但是只要有信心，不断的祷告，不要灰心丧志，要坚定信靠神，神一定是拯救我们从苦难中得到平安，得到幸福，得到祂的恩典。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幸福餐会呢，就大家一路吃饭，一路听分享和见证，就同一般去教会呢有些差别，因为教会的牧师啊或者传道人去讲道呢就比较严肃一点，但是幸福餐会呢就大家好像个大家庭这样，在一路吃饭一路听分享，有时候请我们的艺人呢去分享的时候呢，有些未信主的去对我们呢都有少少认识的嘛，或者都会容易些接受我们所讲，我觉得比较随和一点，生活化一点，挺好的，这个效果挺好的。人类在上帝眼中何尝不是最爱的人，日日见着督眼督鼻，但是上帝差派儿子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，这个就是爱。喂，吃餐饭嘛，你中国人就很易接受了，例如吃餐饭而已，你解胃酒又吃餐饭，你结婚又吃餐饭，你百日宴又吃餐饭，订婚又吃餐饭，那那件事就简单很多嘛。还有有时出去吃东西啊，喝东西啊，这样打开一个话匣子去聊天，就好过一来到就很严肃，有个生命的抉择，咁你哇好惊咁啊！咁食食下，放松啲，咁就你再思想一下，个人都会舒服啲咯。咁啊，福音又会易接受啲咯。我哋谂下五饼二鱼啊，咁啊去到肚饿，咁啊耶稣都喺小童个五饼二鱼变喂饱咁多人啦。而明日之主幸福餐会嘅最大目标，都系希望人信耶稣，生命得到改变，所以知道有人信耶稣，仲带埋屋企人信耶稣，实在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。我以前咧，即系对事对咩咧，系好执着嘅，吓好执着嘅。到依家我退咗休啦，我即系睇，即系自从我信咗主之后咧，我睇嘅事咧系，即系啲嘢咧系唔执着。好早一個月已經決咗，同我決咗字嘅。後屘咧，我再嚟呢度啊，相聯同我咁啊，最主要我讀上次即係早上一個月，咁我跟我妹去教會嗰度，啱啱有人咧喺度即係講見證，咁咧嚇，咁我就決定係叫埋我先生一齊決字啦，嚇信主啦。即係我哋好開心，即係點解無端端我哋有機會同阿黎做咗個禱告，跟住佢又好似好笑喎，佢又好似乜好尷尬尷尬，跟住先話：，我老公啊都信咗啊。我覺得嚟到呢個幸福餐會咧，最初嗰陣時係個個都係唔識，但係我嚟咗七次之後，即係今次係第七次嚟咗七次之後，覺得咧即係。個人咧都好熟絡啊，好親切咁啦嚇。講你心裏邊諗嗰樣嘢，大聲嗌得㗎啦。兩個字啊嘛，依家兩個字咪聽到咯，定話一個字？邊個講芒果？大聲講芒果咩？有冇信心啊？有冇信心啊？聽真靚真靚真靚。每次黎玲都好投入我哋嘅幸福餐会，尤其系破冰游戏，因为可以趁呢一个机会认识多啲自己，又可以认识下身边嘅朋友。动物叫声，
好啦，我哋快啲啦，好玩好玩，第九系啊，好玩。你聽唔聽到啲咩？聽唔到啊，真係聽唔到啊，真我爭個耳仔去聽，真係聽唔到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尤其是Sally 對我啊，係好親切啊！即係我哋嗰個台長Sally，即係好關心我哋咯，好關心我哋一好嘛，第一組嘛，一，我哋係第一組，第一組。每次餐会都会准备不同的美食，当然要食住倾，分享一下近况啦。唔使唔使，大家食，大家试下。系啊，得唔得？嗯，第一堂一路至到今晚黑第七堂啊，佢都冇缺席啊，都有嚟，佢好开心，因为佢咧有即系决心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咁亦都使到我咧好开心啊，因为咧即系有一位一个人要相信主咧，天使天君上边都为佢喜乐快乐，咁我咧就希望佢一路跟随主啊，佢要影响到佢嘅先生。佢先生都要嚟信主，都嚟听。咁佢个女咧都喺度慕道紧嘅，都好想信主啊吓。咁啊，全家得救啊，系主嘅应许啊，一个人信主，全家得救。感谢神。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如今有些人的耶稣女的就不定罪。远在外地的仔仔知道爸爸妈妈信主都好兴奋，他的仔都期待的，他的大仔，他的大仔应该是期待的，期待这个，是的，我们全家人都得救了，那我就说我们呢，媽咪爸爸信咗耶穌咧，我仔當堂真係好大反應，跟住就話我哋全家都信主啦。你仲記唔記得個 WhatsApp 啊？記得啊，係啊。我仔當時咧就話：恭喜爸爸媽媽今天決定咧信靠主耶穌，我哋家人必得救嚇，把所有困難咩可以憂慮全交俾上帝。而当日对信仰有兴趣的女女都来到当中，还分享自己虽然未信，但是之前试过祈祷，经历上帝的帮助。啱倾完偈之后，我唔知我女女咧，佢即系有咁大，佢啱佢就系话，点解佢今日嚟咧？就系话，原来佢公司有啲压力。點解會今次會踏多步咁行出嚟呢？其實就係、是早一輪時間啦，因為自己做嘢有啲失誤啦，咁都去到幾差嘅情況嘅。心入邊我都有同，即係喺度諗神可唔可以幫可唔可以係啊？我而家有個問題係啦，膠著咗又解決唔到，有冇辦法咧？有幫到我咧？咁跟住有係啦，再早幾日跟住就同個客 follow 翻啦，問個情形係點啦。呢件事，跟住個客就話 send 咗 email 嚟話解決咗件問題，因為咁嘅件事情之後就我就話好啦，我再踏多一步再認識神多啲啦。佢係第一次嚟呢個明日之子嘅餐會啊，所以佢話佢都希望佢自己都一路會開始信神啦。佢話佢喺呢度識到好多朋友，開心嘅，咁係啦，咁見到佢咁開心，我都 OK 嘅，係啦，學都開心，係啦，見到佢。好感恩，过去七个星期有咁多人次参加，咁多人决志，嚟紧就系最后一次聚会，请大家祷告纪念，为到新朋友可以信耶稣得着救恩祷告。如果你想参加第二期嘅幸福餐会，或者想认识更多呢一种持续传福音嘅模式，一起推动幸福小组，可以致电2209-6280，我哋好乐意解答你嘅问题，愿主赐福你。